哇！呢、這個就係我哋 Airbnb 嘅屋企啦，呢個係我哋其中嘅一間套房，入邊係咁樣嘅，再嚟個好勁嘅衣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格，跟住出去咧，左邊就係廚房。哇！你睇幾正？我幾大啦？梗係啦，到你啦，今晚。好，呢度一個超大飯廳，可十幾廿人嘅。再嚟呢度係客廳。爸爸喺度。哇！呢度咩啊？都上咗去咩？冇啊，上唔到。以前鄉下笪地啊，我又想爬上去揾你哋。呢度又坐十幾廿人。哦，好啊，我哋去屙尿。我屙尿啊！好。仲有，我哋出埋出邊先。燒嘢食啊！燒嘢食啦，我哋。出邊有個大花園，哇！呢個哇，仲有打乒乓波同埋泳池。不過泳池依家冇開啊，落天氣唔好。仲外邊仲有個跳彈牀添。外邊可以跳彈牀。上面有上滑梯。係啊，佢呢度一拉開可以拉開嘅啲泳池。在下底咯，唔好跌落去啊！嗰度水嚟噶，下底。知道嘛？有個窗爐啊，呢個。好啦，入去啦。先。去廁所，走過嚟。哦，入嚟啦，我哋啊。如果唔係，咪中唔出咯。好，落去啊！哇，仲有個火爐添呢度，睇下。咦，我開火爐了，已經熄了了，剛才有開的，剛才在這裡點住，又有些木頭呢，木頭可以，是啊，可以掉落個火爐上，去廁所，去掉落個火爐，是啊，我們去這個廁所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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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